的痴汉，我还是鼓起勇气跑来了。哦，我要用那个多一点。嘉义教区那个华盛启能发展中心的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到华盛启能发展中心的院长来给我们说几句话。还有我们清党机车俱乐部的那个会员，大家好，大家平安。很高兴哈、哦，这一次清党俱乐部办的这个活动，让我们的孩子哈、哦，我们中心的孩子能够有这个活动的舞台，让他们在这边做一个表演哈、哦。他们没有来过这么热闹的台北市哈、哦，因为我们在云林县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乡下哈、哦，所以他们要来这边表演，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用心，他们在这一次的在这边来受那个我们的那个青岛俱乐部的邀请更肯定哈，所以他们就发挥他们的自己的自信心哈，在这一方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主办单位哈，那我们因为我们在云林县的非常偏僻的乡下哈，做一这个机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云林县目前只有我们一家机构，然后我们在那个经费上哈。有几个家长就一直在推这个机构，然后我们就有很荣幸的，就是受那个教会的肯定，在这个92年就给我们立案。